Hello， 你好，我叫 Cherry， 咁我中文名叫做冯海琪。咁我今次咧推出嘅个人 EP 咧就系、是、一只。不是做 K 歌的碟啦，咁佢係比較偏向呢個 R&B 或者 Pop Rock 嘅。咁我第一隻排頭歌叫做《看得開的女人》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嘅 EP 每一隻歌嘅歌詞咧，即係俾人哋寫啦，但係其實個故事係我自己寫咗一個大綱，然後交俾填詞人去寫嘅。咁呢隻歌咧就係關於講緊一個女仔啦，佢對男朋友出軌嘅感受。咁佢其實一路講就話你睇開啲啦，咁睇開啲就可以繼續。這段感情就會繼續走下去的了，即好像睜開睜閉的感覺，但其實暗地裡呢他就、其實很耿耿於懷的，就所以就、有這個很怨婦的感覺。其實錄音的時候監製他們都有叫我、你怨婦一點的感覺去唱這首歌就對了。所以其實 MV 呢你們都會看到、其實是一個比較女人味重一點的形象，其實都是配合這首歌的歌詞這樣。